阿玛尼嘞？阿玛尼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总不可能在抽屉里吧？我老了，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要把自己封闭起来。喂，那是我书包。对不起，我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生下来。你带我去富士山的树海放生好了。阿玛尼，不会啦，阿玛尼，你还可以继续插花啊。而且可不可以选一座近一点的山啊？插什么花？还是当花好。下辈子让我当花吧，不然当花瓶也可以。黑胶连我都搬不到。你是寄居蟹吗？当你发现长辈对喜欢熟悉的人、事物或活动都提不起兴趣，社交生活也变得很封闭的时候，要多陪陪他们，鼓励他们，然后赶紧去做失智症筛检。